可儿，一大早做什么呢？好香啊！我在给霍斌和阿姨煮点汤，他们这两天茶饭不思的。说的对，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吧。我去不了啊，我要是去的话，阿姨看到我心情会很不好。哎，要不我替你送啊？啊？我跟阿姨有过几面之缘，她肯定不会拒绝我的嘛。霍斌如果早日喝到你的汤，也能振作起来，对吧？哎，这样也好，那麻烦你了，菲菲。这是可儿一大早熬的汤，本来啊她是自己要送的，可是她怕阿姨不喝，所以让我送过来，假装是我做的。麻烦了，丹飞，还特地送过来。客气了，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？霍斌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以后你跟可儿之间要传递什么，都交给我吧，我当你们的信使。谢谢你，丹飞。哟，阿姨，丹飞来了。阿姨，来，您坐。这是啊，这是我一大早熬的汤。这两天你跟霍斌一直茶饭不思，但是为了全校的董事长安心，你要保重你自己啊。我真想跟他一块儿去。妈，阿姨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就算为了霍斌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而且，我还有很多话想要跟您说呢。嗯，来来来，喝点汤吧。来，霍斌，你也喝一点，去拿个碗吧。去吧。好，我去厨房拿个碗，一起喝。嗯，来，阿姨。嗯。丹飞呀，真没想到，你不仅懂时尚，厨艺也这么好。现在像你这么会做饭的女孩可真不多，很难得啊。您过奖了，以后您想喝呀，我就天天给您做。真好。来，再喝一点啊。好。喂，可儿，汤收到了，谢谢你。哎。这霍斌取个碗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啊？哦，阿姨，我去看看。哦。希望阿姨能够喜欢，你让阿姨多喝一点，你自己也多注意哦，我会心疼的。放心吧，可儿，我一定把汤全部喝光。你也是啊，要多注意身体。不准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霍斌，阿姨叫你呢。